家的就是。你家有吗？有。哎，你家什么猫？我家那只好像是英帅跟三花的杂交。话说，高冷的你。这只猫是多大了？它3岁。我家那我姐那才1岁。1岁。你是布偶吗？是，它是比较大，是吧？我还一脸嫌弃。哎，你这个裙子好好看，就是结婚那种婚纱吗？是花架。花架。花架。好好看，你可以抱它拍一下，你会抱猫吗？会。抱猫。特别是猫。反正我就抱它的屁股啊。就是妹妹，就是你又给它搭在肩膀上，然后手托着屁股，就可以。抱小朋友那样吗？就是对对对，就像抱小孩那样。然后屁股。对对，托着屁股就行。哇，好，可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这身好配啊。